们接下来聊到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居住正义哦，到底是不是正义？因为蔡英文他跳票了200,000户的社会住宅，现在赖清德加码说500,000户，而且是在选前才这样讲，七年来他们都没有去讲这个居住正义的方法，到现在突然要讲，难道是政策买票吗？应该是说是喊口号，但是到底做不做得到，连蔡英文都做不到，赖清德为什么你觉得你做得到？如果你觉得做得到，你过去几年你的头衔是什么？你是副总统哎，如果你有什么方法，为什么不提出来呢？你故意挖洞给蔡英文政府跳吗？你故意留着自己当总统的时候用吗？为什么过去这几年没有办法达到200,000，你现在开出500,000，请告诉我们大家你的方法在哪里，你不一样在哪里，为什么你可以达到？不是随便喊个口号500,000，喊个口号就可以吗？那我喊200,000咯。是，而且今天呢，党团有开记者会讲到这个缺电问题，因为民生的需要就是电，但是呢民进党它不但让台湾就是缺电、缺电、缺水，那这个缺电问题啊，到底是不是台电的问题，还是说台电也是被施压的一方，然后变成说有黑电这个嫌疑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台电很可怜，因为这种民进党这个2025非核家园的这个错误急躁的能源政策，请神仙来也没办法好好的达成。那你这么难的、这么不可能的任务的能源政策，底层底下的基层员工当然是人仰马翻啊！最可笑的是，大家为了你这个错误的政策拼得要死要活，为了你的面子，为了发电，为了让台湾不跳电，很多基层员工已经是不眠不休睡在办公室了，最后出事还要他们扛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更夸张的是，政府你不扛下来就算了，你用政治、用检调、用监察院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，这太夸张，你这么不尊重专业，请问哪一个专业的基层员工愿意继续为我们服务？谢谢，谢谢委员。其实你怎么看？行政院会刚刚宣布，私校一学期补助35,000元，那甚至公私立的高中职学费全免，你怎么看行政院会目前这个最新的决定？35,000不是25,000，35,000他又加码1万，变35,000。那他是一年还是一学期？然后一年7万嘛，那还是一样的。这个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嘛。如果这是一个好的政策，那就早一点执行嘛。那你现在都已经在选举才提出，但人家觉得说，这是在政策买票，还有点我觉得买的太明显，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需要，就今年9月就开始了，还要拖到明年2月，那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吧？没有投给你就没有了，是。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个不需要，政策还是这样的，该做就怎么做，不需要动作太奇怪。私校学费补助，然后那您说这个是大撒币，那个民进党认为说这是高冷血精英主义。这是这样的赖清德你也当过行政院长嘛，你早不提出晚不提出，选举突然做什么私校，他是一学期补助2万多还是一年补助2万多？我说一年，一年到5万块。我跟你讲是这样，要决定政策一样先决定战略，才战术，才战斗。你今天这个一年要补助，就是念私校要补助5万块嘛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防止私校倒闭呢，还是你要做补贴？你如果是说要做补贴，那一定要排户。不是所有念私校的私立大学全部是穷人嘛？如果你要是要说，我们希望说降低某一些人进，因为私立大学的学费比较贵，所以我们要给他补贴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要排户。如果你说是要防止私立大学倒闭，我跟你讲今天私立大学关门是少子化的关系的。因为你是补贴家长嘛，补贴学生嘛，对私立学校的学校来讲，那拿到钱没有比较多啊。所以如果是要防止私立大学倒闭，这完全没有效果。如果你是要补贴这个，说要补贴他的学位，那这一定要排户。他说的就不了，说的是这样，政策都可以做，那你就要很务实的1、2、3、4。我的战略目标是什么？在这战略目标下我做战术。所以再问一个题目嘛，你今天补助这个钱是这样，你是要补助穷人呢？如果穷人，那就要排户。如果你要补助，如果是你防止私校倒闭，我现在告诉你没有效，讲完了。所以政策要有目的嘛。那个赖清德他那个2.5万的那个
补助学费了，然后现在人家就讲说你执政七年都不做，你为什么现在当这个副总统了现在才做，是拿全民的钱帮民进党在买政策买票。现在因为柯文哲的民调水涨船高嘛，大家都跌破眼镜，事实上在所有人的预料之外，我看包括柯文哲本人，所以赖清德非常的紧张啊，他怕年轻选票通通都跑到柯文哲那边去了嘛。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买票，就是政策买票，他也想不出别招了啦。那之前答应年轻人的买得起房子房屋正义全部通通都跳票啦，而且赖清德还告诉大家说是你们不够聪明啊，不懂得到对的地方去买房子，不懂得如何做资产管理嘛，台湾的房价已经降了嘛，这不是赖清德讲的吗？严重得罪年轻选票。那现在亡羊补牢，那除了政策买票之外他还能怎么样呢？那问题是说过去七年政策跳票的难道都不用算总账吗？那如果过去七年你们都可以跳票了，为什么要相信你现在开的支票未来会兑现呢？年轻人好骗是不是？